在船上拿着杯子迎风摆拍，能把喝水拍出喝红酒的感觉，也是很会装模作样了。可惜风太大，三人的眼睛都被吹得睁不开。不过长头发的鹿晗却被网友当成了女神，甚至误认成了陈小云。不过邓超成和鹿晗三人的感情是真好，不仅生日互相祝福，一起健身，马上还一起合作综艺，在娱乐圈能碰到关系这么铁的朋友，也是很不容易了。我是世界上最帅的，最帅的。其实长得还不错，但还要每天说自己帅，这种心态，对，你觉得呢？真的是，